on t'entitienne paix. Trombeau.风和日丽的开场，好，利用草皮减速过弯，哇，不断的碰撞失败，碰撞的时候脚打滑就很难拉回来。努力的追啊，草皮减速，哇，前车减速，哇靠，腰是个法夹弯，法夹弯的话还是乖乖的减速过弯比较安全。草皮减速，减太多了。前车的保险杠被断下了，好，一样是草皮减速过弯，这个缓冲道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那个一定的速度可以维持的。哦，这边是个诀窍，可以保持170过弯，马上就到第一名。结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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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结束。好，后面第一名就没什么好看的，那我们加速吧。啊，哇塞，啊，被超车了，靠腰。啊，然后追回来。啊，挤你，挤你，啊！干，这就是被反垫背，靠腰的车身被撞破了。妈的逼嘞！没关系，等一下，刚刚那个起跑点那个右弯是一个制胜的关键，等一下就用那招做掉它就可以。加速，加速，加速！好，这个时候就要切进内弯，用草皮减速，直接切进另外一圈，马上就变第一名。好了，加速。啊，弄丢表。这边就是稳稳的走，就啊，靠腰又是法夹弯，靠腰法夹弯，然后追上来了。这个时候要想办法保持赛道的领先权，就是你要在赛道的前面挡住他的去路，让他去推你前进，比起你原地发动要快很多。好了，后面就稳稳的打。